昆林县长候选人张丽生针对北港地区未来发展特别举行记者会说明，张丽生强调，未来希望借由交通网的建设，发展北港地区的宗教观光文化，让各地游客会当真方便来到北港佚佗，好好啊欣赏北港的宗教文化和人文艺术。啊，云林县的最后一块拼图就是北港地区哈，这个拼图哈，那要完成哈78甲线，也就是北港支线哈啊的这个啊连外道路了哈。那所以呢，未来我是希望就是说，云林县整体的发展哈，借由这个交通网路哈，更加的周全哈，能够把云林县哈能够更完整而且平均的发展哈。所以整个78甲线哈，北港支线的哈，未来是我最重要的一个目标。张丽生并且针对北港地区发展提出五项政策，包括旅游地图规划、北港糖厂旧厂区开发为文化创意观光商业园区，推广北港元宵花灯成为每年定期举办的全国性活动，在水南设立元宵节台湾开阔文化园区，以及争取落实台78线北港支线快速道路的开辟。台糖这个用地呢，我目前也跟台糖公司啊，也在有初步的一些沟通协调哈。那未来呢，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台糖的土地哈，真正能够哈有新糖路的哈这样的文创园区的这个创立哈。那再来呢哈啊，结合我们水林呐哈，无论是我们严思琪的这个啊文化的历史背景哈啊，文创园区的这个创立，甚至我们口湖地区呢哈，我们整个海洋资源然后啊，借由统仙洲做一个轴心呐啊，我们往我们的外山顶洲，甚至那也真侪吼，不要聊起讲了吼，啊，所以呢，整个去海产的吼，啊，这三本的吼，咱不但吼，希望讲吼，会当个海洋资源串联，甚至提升我们云林县啊，这个整个的农业产业哈，还有渔业产业都能够一起来提升了哈。所以我想未来整个大北港地区呢哈，立善就是希望哈，好好的来规划。张丽生并且针对加倍友好政见，提出258方案。未来，伊若当选县长以后，中央敬老金65岁以上老人会当领2000块，70岁以上领5000块，80岁以上领8000块。伊表示对长辈世代的敬意。林万生，当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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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